其实呢，公鸟一飞出来，母鸟就丢下来了。啊，是啊，对。我回去看影片才知道。它看到公鸟飞起来，它就蹲下来，稍微身体会往下，然后有一个那个模式啊。对。因为我之前去拍其他的鸟友教练，他们其实是有一些预先的准备动作。可是我翻了好几次，公鸟这样飞从它身边飞过去，公鸟就蹲下来，公鸟再飞过去，就不对。母鸟这只是太久没见的主人，是啊，因为一般会另外的方向会变，就是头会动。我应该往吃。